你有没有受伤啊？你真是疯得很。腰呢？腰都死了。司凤，你刚才是不是在关心我啊？我们一起同游，关心你很正常。哦，我还以为因为姻缘石的事情。 你都不想理我了，司凤，那个真的不作数的。玄机，怎么回事？我看那些妖太可恶了，就冲上天放了把火，让他们自己炸自己。反正我也不怕疼。你这丫头！ 太鲁莽了，玄机，这样蛮干，又伤到自己，可怎么办？叶红师叔，烦请您给玄机瞧瞧。只是些灼伤，并无大碍。哎，刚才的爆炸是你做的吧？真是一味的胡来。福玉岛这次有惊无险，玄机是立了大功了。东方叔叔。 改天为你摆酒。师父，刚活捉了一只小妖。好，留着此妖回去拷问。是。